背水一战，我们就不要怕输，我们全力冲，这会是我们红队最团结的时候。哇，你真的来最后一棒，我们非常开心，马超先，王庭筠紧追在后，跨过对方拦下。我们到最后一刻都不放弃，要把这个气势一直延续到总冠军战。第二次是挑100次，飞天成功，50人大跨步。